盲点在哪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下三黄就是治疗糖尿病，这董事降糖点不知道。那这个赖世博已经过世了，他的学生我又不认识，我应该找个机会去问一下，所谓降糖点在哪里，可能就是下三黄，好，我没有讲，它可以使血压、血糖下降，上苍啊，配肾官啊，又可以使血糖上升，都有酸上调节嘛。那么，上苍黄治疗女人的黑斑有效，我不是讲哦，女孩子哈、美容的药屑对不对？美容药屑哈、是什么？下三黄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上三黄，上三黄这个黑斑呢、有可能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跟肝有关系的哈、是不是真的？但西医是强烈反对，说哪里这个长斑是跟肝有关系，我们中医就偏偏说有，对不对？它确实。你那肝气郁结容易长斑，没有错啊、那肝气郁结，我们扎上三黄最好啊。那上三黄是五导病九扎有效啊，九扎有效啊，才获知哈。我相信我那，但是我上回说，我刚刚说那个病人哈、他也不像真正五导病，五导病是小脑的问题，他也不像，他检查都不像哈、上三黄也可以调月经哈。那个第十三点大家看一下就好，第十五点哦，他问肾肝心有没有哈、第十六点，昨天有一位前天吧哈、有一位问说他那个中风的，是不是你问的？说中风以后，身体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？不是游走性的，固定的疼。不是你的病。固定的疼，不是游走性的疼，他就是中风的版本，固定的疼。不是游走型疼痛，而是固定的痛。固定的。固定疼痛。对。固定疼痛。哎，你是哪个地方人？哪一省？陕西省的吗？陕西省。哎，陕西省，怎么人家陕西省的讲话？跟我不一样。他是四川的。他是哪里？四川。老乡是四川的。哦，老乡是四川的啊。事实上这个是因为你看啊，福建省那么不大哈、福建省里面的话还很多哎、福建省啊他们讲话有时候跳过一个山坡哈、他讲的话他都听不懂，就是隔了一个山坡，福建省也有讲闽南话讲什么的，就真的怎么样啊，我们台湾也有人讲客家话啊，那他讲客家话，客家话要问好几种客家话，我没有听过。孙中山先生是客家人。孙中山是广东梅县的，对，是客家人。我的老家是广东饶平，也是客家。吹一个牛，昨天我看了那个电视哈，客家人是世界上最艰苦奋斗，最能够在艰难当中啊成家立业、创造事业的种族哈、客家人哈、你看客家哈、是怎么样？是五胡乱华哈、从中原跑到往南跑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愿意跟那个胡人混嘛，才跑啊、所以客家人啊，那所以他们为什么叫客呢？他以为说我跑了暂时。做客人而已，以后还要回来，这客家人。所以现在大家常常说中国人汉族、哦、我告诉你、汉族、比较纯种的、北方的对不对？你们不要生气、特别是北京人、北京人的汉族的都不纯，跟那个胡人哈。跟蒙年轻人等等混种的比较多，反正是客家人的纯汉族的比较多。他在晋朝的时候哈、移到南方的那客家人比较纯汉这没什么，但是哈、理论上是越混哈、越混种嘛，越什么越优秀，好，我讲闲话，他们也讲闲话哈。好，最好是那个混种人会比较优秀哈。好，
那大家知道了哈，这个上山法有这些用法哈。上山法哈，上山法这个治疗这个皮肤也蛮有效的哈。我太太的同学啊，也去年啊都让我看病，那基本上都看好了，但是他们来了都是要求美容，因为大病都这个有病都看好了嘛。现在他知道说有这个美容针，来就是要美容。我就认为你没病不要来，结果我太太都骂我，人家要你扎你又不扎，我说这美什么容嘛，你这对不对？而且我太太的朋友都得记不清什么的，没什么，我要美容。我说那你要美容，你去做什么激光啊什么的就好了，你扎麻烦，不要给他扎，好不要给他扎。我太太说骂我，你这种医生哦，你赚不了钱，哦，赚不了钱的医生。我说管他的，我反正我不太愿意做那种什么减肥啦、美容啊这种工作，我不太爱做哈，不太爱做，不是说不能做，不太爱做哈。好，上山法我不讲了哈。火枝啊，火枝在岐黄上一寸，在火前，在岐黄下。哎，奇怪，它一个上一个是谁？是下，一个在下哈，是哪个在下？是岐那个火前在下哈。哦，这个错了哈，这个就是我下下这又你又打错了哈，这可恶啊！来，再给我一下，做个记号哈，知道他打错了。好，在火拳在岐黄下一寸，又是怎么样呢？又是岐黄，然后上下又砸一寸半，各砸各加一个哈，那有三针都像一个导马哈。它这个呢也是可以治疗这个，胆囊炎，就治疗胆囊炎哈，因为肝胆的关系治疗胆囊炎哈。那么火枝火拳配土水治疗癫痫，他认为说可以断根，这我倒没有用过，我用火枝火拳，但是我没有配土水。没有配毒水治疗癫痫，我倒没有哈。他说可以断根，我觉得是会下降，但是没有断根。毒水大家记得吧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气喘的，结果要考试，对不对？我们杨老师跟他扎什么鱼具哈？鱼具这个在左右再各两针，就总共三针，就是毒水。好，毒水在这边，毒水不是在这边，在这边哈。在这个仪器这边，在仪器这边扎下去哈，这个扎也蛮痛的哈，仪器这边扎也蛮痛的哈。他说这个火枝火拳配土水可以治疗癫痫，这个我没有用，我当初扎都是用上山法啊，还有时候配火枝火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像这个癫痫的人啊，要经常扎，对不对？你扎久哈，这个皮肤那边都会硬的发硬啊，你把它调一下哈，火枝火拳哈。你不要永远都同一个针孔附近，它皮肤就发硬了哈。你扎有的人扎那个中风后遗症哈，扎这个领骨大白，扎到这边都硬掉了，这个不好。你有时候要换一换，有时候要换一下，啊，否则话扎到最后那个血性皮啊，对不对？你药吃久了也没有效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血呢扎太久也会没有效啊，这个可以。再调理一下，不一定全部都用这个穴啊。啊，对，刚刚有位老师说，都是提前治疗中风后遗症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还特别的？我们的师兄弟，我看最近我碰到我们这些师兄弟啦等等啊，都用我这一套，因为他们我都是用我这一套，就是灵骨大白、木喉。肾关哈，还有足三虫比较多啊，那么杨老师早期呢是灵骨大白比较多哈，灵骨大白肾关也用，但他没有用足三虫，而且木火也不肯教我们，就也没用，但是他配合扎头皮针，好，还有吃药，配合吃药，我感觉呢他的效果不如我的效果。那当然，你们假如说除了董书记之外，你们要用头皮针的等等都可以。那另外还有扎风湿也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的很好的穴位，风湿啊，风湿。那么
舌强不移，讲话大舌头，对不对？配合什么木斗木流，记得吧？木斗木流哈，的配合哈。那么还有一个穴位呢，就是我们要讲到的叫湿阴穴，湿阴穴啊，湿阴穴。然后治火泉哈也是哈，那么它一样可以推出白血球过多，那跟那个上三黄是一样的东西哈。哦，但是他都没有讲，但有淋巴球哈，淋巴腺白血球了这一类的病，白血病哈，变化属血癌的除外，那显然它这个不能治真正的血癌哈，不能治真正血癌哈。这里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哈，这个是曲黄对不对？上面是火枝，下面是火泉。你看一寸半哈，它曲黄，他说是阴包，他认为是阴包哈，但是这个阴包你没用过没有？以前都没用啊，但董事期间反而用哈阴包。阴包。又来一个了哈，哦，这回就。这回就曝光比较多了，啊，不要紧，我们都医生，不要紧哈，一二三哈，这个我的裤子拉了，比较就从这边到这边，这个看的比较紧，从这边到这边的终点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不要跟我靠上满哈，到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大腿清华火腿是这个样子，一二三哈，还可以，不要靠上满。一二三，就这样。清华中医院那个冯老师啊，真客气，他只听了我两个小时的课啊，既然隔了两三年以后呢，听到我在南京讲课，他的学生要来，还带着一个大清华火腿来，这个人真是好，还写了一封信，自称是学生。他已经当主任了哈，初中是学生，他觉得说我的教诲啊，给他受益非常多，无以为报，自己我感觉很惭愧，我也不晓得他到底学了什么东西，因为他只听了一两个小时，他那个时候哦，那个安迪办的班哦，这个他以后那个办的班我不去参加了，他的班那个老师让人家跟挑菜头一样哦，挑。他办了一个班，就是说你交了1800块，我这边有9个老师或者有10个老师的班，你随便爱去上，你爱这边流浪都可以。你这一小时再上这个班，下一个小时上这个班，这样，哎，那流浪。上回还在南京办了个6+1班，等于7个老师，啊、哦，7个班一起上，然后啊你来对不对？你交1800，那挑菜头，然后大家老师要比比。你的学生有多少？我的学生有多少？而且很不好，很不尊重老师哈、哦。那他那个冯主任就是去上了别的班，啊、哦，去打算去上壮组了一个推筋的方法，一个班哈、哦，啊，结果他偶尔来我这听了一个，他觉得说哦，他的1800交的太好了，啊、哦，交了他，因为他哦，他这个内经懂得太比我更强，他内经非常的强。他一听这个董事期间，他马上哦融会贯通。他说董事期间他不要这个董事期间也可以，他马上融会贯通。所以他非常高兴，然后吃饭了等等都陪着我。他听上课，因为他还上别的课，他只听了我一小段，他马上融会贯通。他其他晚上吃饭都陪着我。后来他那时候是清华中医院，清华中医院是三甲医院哈，清华中医院的针灸科的副主任，现在已经升主任。上回那个他的学生来跟我讲，我们主任怎么样？中了一个大火，我把他偷偷带回台湾，不能带的，过海关会查到哈、哦，过海关会查到，但不能带，但我把他带回去了，不好。我们还要讲，我们是要吃饭嘛，是不是？吃饭的话是讲到几点？我或者现在休息去吃饭。那个黄先生在吗？他说现在是11:40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是照12点行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老朋友们下课，咱们下午不是一点半上课吗？哦，一点半上课，那对了，那去吃饭，一点半上课，那我们这个去。